这是 Delay，大家好，我是 Dancing Danda，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四分钟藏语教室。今天呢，我们要来学如何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以及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回答的句型该怎么讲。这个是什么呢？藏文叫做 di gare she。di 是这个，gare 是什么，re 是是。的意思，所以 garere 就是什么，di garere 就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藏文叫做 de garere，de 是那个，garere 就跟刚刚一样，就是什么的意思，所以 de garere 就是那是什么。好，所以呢，di 跟 de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啊，di 是指这个，离你比较近的。得是那个离你比较远的，好，所以呢，di 跟得，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把 di 放在前面，就是指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的名字放在中间，再来呢，讲 re 就可以了，因为 re 就是肯定的意思，所以比如说我们在问说 di garere 这个是什么，那我们就说，如果说这是一支笔，这是笔的话，我们就说 di new gure。那我们在问说那是什么？那我们再回答说哦，那是手表的话，就可以说 de chuzile。de 是那个，chuzile 呢可以当时间，可以当手表，可以当时钟，反正就是表达时间的东西就可以叫做 chuzile。所以 de chuzile 就是那是手表，或是那是时钟啊，那就是看你现场的东西是什么。でかれれ、でたんかれ。데탕가레데구탕레데구탕레데셰탕레데셰탕레구탕跟셰탕两个是탕가的敬语。데가레레데메코레데메코레메코就是火车。没是火，core 呢是指轮子，没 core 就是火车。得没 core 嘞。第个嘞嘞，第 deb 嘞，第 deb 嘞，deb 就是书本哦。deb，第 deb 嘞。第个嘞嘞，第 gubja 嘞，gubja，gubja 呢就是椅子，gub 呢是屁股。架呢是把它抬起来哈，所以 gub 架呢就是你屁股坐下去，它把你抬上来，让你不会跌倒在地的东西哦。所以呢 gub 架呢就是椅子，di gub 架嘞，di gare 嘞，di 家嘞，di 家嘞，di gare 嘞，di la tok kabare，di la ker kabare，di gare 嘞，di。carere，第 carere，care 就是口罩，car 呢是嘴巴，re 是布，care 呢就是盖在嘴巴上面的布，所以 care 呢就是口罩。第 carere，第 carere，캐랑콜라군바데 carere，오델레네，디샤모레。디샤모레디가레레디가레레오디뉴구레디데미레이상은就是今天的四分钟藏语教室，我们下一个单元见，这是得嘞。